妈，在厕所里干嘛？我在买钻石手链。弟，妈最近怪怪的。上次我放假去看她，她一个人在对空气说话。那个锅子确实就很好用，每次要见雨就是不好见，我这样觉得。前天晚上，妈在厕所很久。妈，在厕所里干嘛？我在买钻石手链，很漂亮哎。他最近常听家具在说话。早点回去看妈吧。告诉你的儿女们，现在东森购物也有 APP， 随时随地都能下单买东西。